实际工作坊的这个培力课程啊、待会我刚刚有看到好多的盘子，待会会有就是应该说是时令的菜，当季的时令的菜的那个部分啊，待会是会。大家都用过晚餐了，所以我们就是一边在操作我们的那个工作坊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一边聊天，一边品酒，一边吃一些当季的食材。其实我们在马祖买蔬菜是非常的昂贵的，如果可以自己种，其实真的可以省下不少钱。然后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葱就到外面摘啊，然后九层塔啊、迷迭香，我觉得在马祖种那个香草类的，其实比在台湾的品质更好，因为可能觉得冷吧，所以长得慢，然后味道都特别浓。然后再来是粮食自主，接触自然，而且它是有机无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